因为我们要让墨是把它送进去，所以你要有送它的一个方法。所以这个顿笔就是把墨送进去的方法。那你不能让墨自己滑进去啊，你这样写让墨自己滑进去，滑进去它只是在这个地方慢慢晕开，它没办法往纸内里面去深入。所以这个方法一定要多留意顿笔的过程。那写用这个方法写完以后，是我倒建议能够看帖默写的，就用默写的方式，这样你的脑筋里面会装更多。哪怕你因为你现在写字时间少，就设法要去写，而且两个字就好，不一定要写这个，写毛笔字也无所谓的啊。但就是说你写一个字两个字，就马上要快速的把它背起来，把它默写。这样用这种方式，可能累进的功夫会更好，一定会更好。那这个不要急，这个慢慢记。这个不是不好哦，你第一题能够写教名，我觉得已经不错了。就是这个这种东西，我写了33年都还不会写教名。